铃木是四比三，不是四比三。哎，现在有32寸才4000多块，32寸才4000多块，而且曲面的 Acer 的。哦，那烂啦、啊！我用了一次 Acer， 就是在那里闪，我都不想买了。它再便宜，我都不想买了。要修还不给我修，还要检测费，根本抢劫，烂爆！去买一台32寸的啊！那太烂了啊！5000块，我宁愿买小米的，也不要买 Acer 的。我小米还没买过。哇，小米的那里可能会更爆，直接炸开来，直接冒烟了。